妈妈，水开了，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为主人泡壶好茶吧。桃壶小，小桃壶，矮矮胖胖不服输。泡好茶，真功夫，就靠你的小胖嘟。桃壶因为透气性佳，较适合泡洞顶乌龙茶和发酵类的茶。桃壶尤其以江苏省宜兴出产的紫砂壶最为有名，因为它含有砂粒又能聚温。